金山，一个人吗？忘了什么？不会吧？愿望成真的感觉怎么样？跟我想的不一样。我妈小时候跟我说，每个人一辈子都可以许一个愿。许愿？嗯。怎么许？做同样一件事情，做一万遍。这就是爱情萌芽的开始，也是爱情最迷人的时候。你记不记得我说过我怪癖？在你洗澡的时候，我会检查你的手机跟发票。为了证明是现在，我会指定一个数字请你拍照。兄弟，你没救喽！你会这样做，代表你一定爱他吧？你想要一个愿望吗？只要爱一颗子弹，世界就不一样了。梦里的愿望成真的吗？深山，一个人吗？忘了什么？不会吧？你上辈子到底烧了什么好香啊？可以每天拥有这种顶级待遇？他每天都做这种便当给我。哥哥，喜欢。愿望成真的感觉怎么样？过不过瘾啊？跟我想的不一样。有什么值得心碎？